我们进去聊吗？就在这儿说吧。对不起，我昨天……我不接受你的道歉。我没有恶意。就算你没有恶意，你也缺乏对人最起码的尊重。高律师，我很感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帮助。 但这也不能成为你随意羞辱我的理由。我没有羞辱，让我进去好吗？你走，你走。 把脚挪开。我是来跟你道别的。 我考虑过了，以我们现在的情形再接触下去，对你、对我，都不是什么好事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就到此为止吧，各自回到自己的生活。你的官司。 我会帮你介绍一个新的律师。不用了，找个律师我还是可以的，不用劳烦您了。您这么忙，就不耽误您时间了。先这样吧，咱们以后有时间再联系。 您还有事吗？没什么了。那我就不留您了。再见。 哦，喂喂喂，哎哎哎！哦，好的，我马上通知他。好嘞，哎，好。 他们要把小七调走，说小七在阮真真那儿露过脸了，不适合再跟咱们这个。那阮真真那儿怎么办？都这时候了，他还不了实话，这得想辙呀。我来处理吧，那餐厅找着了吗？找着了，离阮真真家还真不远。但我瞅着那衣服可不像，都不一色儿。那儿的服务员都穿红衣裳。 定位发给我。啊，定位，定位。